我外公住院，你也来探病。我来看我男朋友，他受伤昏迷，被送到这儿。那祝你男朋友早日康复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 答应当你女朋友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还帮我做过统计学的图表呢。那个时候，在街边的小咖啡店，有你，还有李大伟。后来，李大伟还欺负我呢。 多亏你及时出现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一个。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在你面前哭。 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旁边陪着你，等着你醒过来。但是你要赶快醒过来哦。